哇，师傅，这是浮空术。怎么？没怎么。师傅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 此处月色甚美，月色甚美，那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看穿还是没看穿？在江州城还待得惯吗？嗯嗯，江州城很好玩。嗯，那边多待几日。你若有什么事，可与我说。师傅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能有什么事？ 只要你说有，我便会帮你，无论何时。我是为了报仇才来陈绮山的，你说我想办什么事？近来剑心门确有异常，我已派人着手调查，不日便能有结果。多谢师父。 这小丑八怪心思还真是难猜啊。不过算了，懒得细究。现下情况对我正有利。